最近吼，毛人拢甲迄个听了的感受，啊，甲疑问吼，提出来问吼。那我是觉得这样子很好啊，因为表示有咧用心靠疑问啊，无用心就是。我之前讲的吼，讲有两种人吼，靠咧修的时阵靠麻烦，一款就是拢无问题吼，啊，都无问题就是都拢无咧用心，都拢无问题吼。啊，一款就是吼，一头到尾拢唔知吼，啊，迄嘛是，迄问题就搁较多啊吼。所以爱加减啊有问题啦。啊，恁慢慢讲，恁慢慢客气哦，恁尽量问吧，紧吼，因为迄当激发我想要讲搁较侪物件，互恁了解，因为有足侪物件我知，啊，恁有可能唔知影，啊，这无恁激发出来吼，我是我的应激较无够啦，这是，啊，不过佛陀迄个时代嘛是常常有人问。佛陀较有讲的呀，啊，本来法你就是爱，要求法就是爱唔好惊歹势，爱勇敢吼，爱，爱有诚意吼，啊，而且真正是对修行真的很切要的问题哦，你们一定要问哦。唔免惊歹势吼，无问吼，你要突破起，会有困难啊。那因为这些问题吼，一下子也解释不清吼，所以我还是吼边上课吼，边来解决这些问题。因为这样发挥我足侪记忆的吼，我记足侪物件来回答恁这问题。啊，所以吼，这个我无法度一下子吼，全部把我记忆里面的东西通通搬出来，我要慢慢啦，然后从自信来的快到意志性来的流露出来，啊，好，大家听个较自然的安尼哈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296页啊。这是第二册的第九卷哈。232经啊，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起宿己孤独园啊。当时有比丘名叫三弥离体啊，往诣佛所，起手佛主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说：“世尊，所谓世间者，如何名世间啊？”这世间的定义您都要了解，是什么叫做世间啊？学佛目的就是要了生脱死，这是真实意哦，未使无的哦。啊，主要嘛是要脱这世间哦。但是你无想了解这世间是什么意思哦，你是要哪脱哦？啊，有人讲啊，做人吼、真艰苦吼、我来世吼，毋捌来做人好啊。
但是你有你捌想过无？你不爱做人，安无你是想要做啥物啊？啊，人是毋是有人就是算世间？是毋是有人就是算世间？啊，了生脱死就是要，就是要在脱离这世间。啊，无怪讲吼，我不爱做人，因为。互恁感觉讲人敢若就是世间，啊，其实人毋是，人不一定就是世间啦吼。安尼恁知吼，人不一定就是世间吼，因为有圣灵啦。啊，若有圣灵，人诶有诶是趁愿过来，而且对伊来讲，人伊是已经有高位诶，哦，啊，只是有伊免来这人间吼。但是吼，伊已经无世间的概念啦。啊，那安尼吼，都不一定人就是世间啦。安尼敢知？伊若是圣灵来做人吼，都毋是世间啊。所以世间的定义，毋是讲就是人就是世间，毋是安尼意思吼。世间有世间的定义伫个，毋是讲做人就是世间啦。哦，啊，毋只系讲，要修行嘛，是爱继续做人啊，无要做事。只是要脱世间，毋是要无爱做人哦。安尼了解啦吼。只是要脱世间，毋是讲叫你无做人哦。但人是高等动物呢，这些动物内底人的灵性上悬呢，你无爱做人啊，无干要做较低啊。哦，所以这是爱知影哦，这世间。到底世间的定义是什么意思啊？再来佛陀就说啊，告诉这个三迷离体啊，说什么是世间呢？根尘世啊，眼根跟色尘，跟眼世跟尘世，和合因缘生处因缘生受啊，那产生。内觉若苦若乐，不苦不乐，这里三种受啊，或者是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处因意处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若乐，不苦不乐是名世间啊，这叫做世间。就是这有这一连串的这个根尘世合，然后产生触受，这叫做世间。啊，看开概念上。但十二因缘来对上面六路名色缘六路缘触受对吗？所以原来十二因缘来对的六路触受，那就是世间啦。啊，有六路触受的世间哈，各发展下去就是爱取有生老病死哦，啊这所以这叫做世间，所以了脱生。啊，了生脱死就是要破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世间哦。原来十二因缘的世间，这真正世间的定义的是十二因缘啊。从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。原来这就是世间，不是讲做人叫做世间啦。哦，啊，你若做人会当无这问题哦，啊，那就是。甚至解脱世间呐，安尼了解，安尼知影要谈对解脱无？哦，不是讲不爱做人叫做解脱啦吼，哦，是要解脱这款哦十二因缘的生老病死苦，那叫做解脱啊。哦，这定义爱先知影哈。在所以者何？因为六路触及。则触及啊，触受乃至爱取有生老病死苦，如是乃至存大苦聚啊，有生老病死的是大苦聚啊。再来下一段哈，所以三明离体哈，若没有鼻眼哈，或者是没有色、没有眼识、没有眼处啊，以及没有眼处因缘生受，内觉若苦若乐，不苦不乐。以及无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处，啊，意处因缘生受，
什么时候内觉落内觉的来哦来哦，多啊一眼根对色尘的时候是外，啊即嘛慢慢啊内底有感受到苦乐不苦不乐，那种的感受是属于内，所以也整个过程就是由外慢慢影响到内。这个过程就是啥？就是事件。哦，伊外靠慢慢来影响到内底啊，这就是世间。好啊，伊这个说法的叙述是吼，哇，很，看起来足侪名相爱注意，但是吼，那什么进前是不是讲过啊？对吧？哈，由略入广是为解义哈。啊，由广入略是为了义辞啊。义辞的是义行呐。由略入广是为了解义哈，就是要对法搁较了解的喜爱吼，广说。哦，所以佛法内底有足侪名相，啊，足侪名相吼，有足侪名相是会当相通的，但是因为讲要应机的方便吼，啊，对法搁较清楚的，所以吼，了解侪是有好处的，你对迄个意思的了解搁较明，我就是为了解义吼，啊，但是有那时啊。人讲吼，小看吼，算一言难尽嘞，哈，啊，为着要吼，在短时间内吼，可能一听都无所谓，还是要由广入略吼，安尼你都比较容易抓到重点啦。无小看，你算唔知，你说傻无吼，因为六根六尘吼，佮上面触受吼。由外又入内哈，所以怎么让它变略呢？外面的部分就叫做境界一，内里面的部分就叫什么一啊？种子一，安尼迄部给好记无？入略哈。其实都还在讲，那个世间就是这两者成为世间的啦，就是这两行变做世间的啦。好，再来，那这两个部分，其实就是，咱讲自己甲他人的部分啦，吼。啊，就是讲甲外口的因缘，自他的因缘，就是种子自己的境界，就是别人的，跟别人之间的什么关系？业缘、业缘呐。哦，那业缘啊，甲主因呐、啊。哦，主因甲业缘呐、啊。就是主因跟业缘形成啥？形成世间呐。啊，所以修行要了生脱死，要脱这个世间，就是要改观吼，自己内在的问题，已经跟众生之间的什么业缘、教化都改观了呀。啊，有人讲啊，安尼简单，我就甲众生离较远的，莫甲伊见面吼。啊，这业缘就敢若未发生啊吼。其实吼，恁错了吼，因为吼，这肉体。